见呀，大家都是刚钻哦，哇塞，九儿无银的能做到这么好看的款式，我的天哪，太绝了，这是打开你们心脏的钥匙啊，姐妹们。这个好好看耶，哦，这个四叶草它是属于那种幸运草的一个那种款式，这个漂亮啊，我这个爱心形成的，你看，我的天哪，天哪天哪天哪，这个款美爆了，每一个都很漂亮。哎，这个有多少？我快拿出来。这个没有几个，只有这四单吗？嗯，对，那个只有四单。这种因为的话，它要四个爱心然后组成，这种的话要颜色一致，大小一致，它很难做。啊，这个能理解，这个能理解，因为它这个是天然的。它必须要挑四颗蛋面的颜色要达成一致的，而且要挑它的品质能达到一致的，才能做成这样的一个款式。挑这个款式的话，就是很费尿子，也很费眼睛，因为要挑一条线的。哦，你这个也是吊坠吗？对呀。一样的价钱吗？不一样。有啥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银托贵一点吗？还是啥贵？还有蛋面多了一颗。这个的话，你看它会转。那你们喜欢转的还是喜欢这种不转的？你觉得哪个款卖的好一点？我觉得都好看，都好看，都是爆款。但你这个五个，我这四个，我咋没打架呀？五个的打四个的价钱一样，我觉得还可以收。那不行啊，它的工艺不一样，它的那个它的成本不一样啊，它咋能打一样的？那你打多少钱？我听听吧。这个的话要980，这个1300。那确实没遇上啊，确实我真的没遇上。但是确实好看，这个不得不说，这个真的好看。你看它这个是河岸冰红当中的精品。嗯，你看看这一小天的好漂亮哦，真美。这个是一个款，这个又是一个款。这个的话它可以转，然后它上面有五颗蛋面。这个1300，这个要800。980。980啊，你预算来还给你吧。你别再拿走啊！好东西，这种的话一定要用预算。那你这样子吧，你就大气一点呗，这个就算300。所以说现在的话，我们小东西这三百五很好，这三百五，多少？这三百五，疯了吗？你300一颗蛋面才给我搭多少钱？哎呀，可以的了，老板娘。这种爱心好难做，它跟蛋面还不一样。1234567890，10颗最好。现在小东西都是很卷曲。这种的话，它是属于宝山蓝红的河湾冰红药，颜色非常的好，每一颗的话都是那种很干净、很完美的。就算这个算300了，就算350了，行吗？我有加哟，这个有加哟，因为这个的话，它银托的话，它会费点银，而且的话就是说它这个面儿要多一颗，所以说就给它加了50块钱。你看看可以的话，就一起拿了10个。哦，可以，怎么加那么低？这个是你做的吗，老张？这个款式这么好看？对，这个的话是我们自己定制了一批，因为这些都料子都是选出来的，它不是说是，随便哪一颗都行，我们挑料子，颜色一致的，然后专门去做的。就是这个问，这个多漂亮啊！现在价格很优惠的，如果说单颗卖的话更划算，但是这种效果更好。这里全部就3500，你看可不可以？因为这个款我真的没有卖过，我做不下来呀，真的，这个款是新款了，这个是一直都没有卖过。这个是刚做出来的新款，看见了，之前也从来没有卖过。你看，对，老板娘开张了，哎呀，你们两口子真是的，你们还要去干其他的事情是不是嘛？多多把这个卖了，快点看着其他的。你看看这边还有这些小金人版呀，还有小桃心呀，还有这种小钥匙款呀，都很好看，我都还怕这些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今天来又不是买一点点，我买那么多，那么抠搜。这些的话，天哪，全部都是这种亏钱卖。咋等啊？可以了，留个袋子，我今天给你开了那么多的张，对不对？又不是说买一件两件的，我给你开那么多，就这样。价格变得太低了，开张吗？老板娘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可不该过年了，今年钱还没挣到呢。给你拜个早年啊！来吧，给我个袋子。哎呀，换钱了。实物真的很漂亮，姐妹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你看看像这个不用打灯，它肉眼可见，它每一颗的话都是那种干净完美的，没有杂质，没有瑕疵啊，这个好好看，这个我都很喜欢，我要自留一个。谢谢老板娘，今天这一趟没白来。你看好东西都大漏给你了，你说真的，你下一次的话要经常来，下次肯定还会来的。我现在认清楚这个门路了啊。对，知道我们家在哪了。好了，姐妹们，喜欢认真视频，别忘记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